这是南化猕猴区的猴子，这里的猴子比较温驯。那这边大部分猴子可以喂，那柴山的猴子就不可以喂。这里猴子很多，来这里就是很注意安全啊。你带东西有时候他会抢。听说这里的猴子是有一只是断掌的。这里是南化猕猴区。哦，这只是猴王，这只是猴王。有警告说拍摄不要太近。好，喜欢大致的影片介绍，请按赞、按订阅、分享。今天帮你介绍的是台湾南化猕猴区。